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今日是新历的112年2月24号，旧历的2月初五，礼拜五。新闻一开始，咱就先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的重要新闻。想要看烟花免出国，中华分院花卉园区大队就30000多丛不共针对烟花，目前当地在大开，花期会延续到3月份。新港福安宫召开信徒大会，讨论年度庙宇推展的工作，会后也来办平安宴，感谢相关人员的协助。大川国小推动国际教育，特别邀请来自约旦、目前当地在台湾读博士的国际好朋友来分享中东文化，更加有小朋友体验北阿拉伯头巾。新闻头一条来关心，春暖花开，像烟花免走到山顶，搁较免飞去日本。分园花卉园区内底烟花目前当地咧大开，园区内有30000多丛无共针对烟花。分园唔有烟花当看，中潭路边的黄花风铃木嘛开始开花。除了分园，园林的树葵花、竹藤的木棉花以及丽水的粉红花旗木顶嘛开始开花。看烟花免走这么远，就近在分园花卉园区，就有几万丛无同品种的烟花会当欣赏。就算不是假日，同款吸引真侪熟门熟道的民众来看花。心情真好啦，啊，高兴啊，正安尼，规安尼互看真好啊。存着那个愉快的心情过来的，感觉的好漂亮啊，来看看这样也是很好，见识，因为这我已经很多年没来了。花卉园区的园主表示，20年前开始把山烟花刷来接种，陆续伫在超过14公顷的园区内底种了将近80种，花期会延续到3月份。哎，热热烧烧，啊，从叶烟，吼，啊，复式烟，啊，多复式烟，吼，会当，啊，直直开，会当开到差不多3月中旬安尼，嘿。啊，即个花期，正话朝早早开始。除了分园的烟花以外，同款伫个分园中南路边的黄花风铃木嘛开始开花，搁有丽水的花旗木、园林的树葵花，以及竹藤边头的木棉花。3月份的中华馆，一旦讲是四季都有赏花美景。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啊，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啊，这个让你身心灵更舒服。中华馆有10个观光工厂，20几个休闲农场，还有非常多。我们在地的一些好的景点，欢迎大家到彰化来旅游。大彰新闻中山分园彩虹报灯。新港福安宫召开第8届头一届信徒大会，除了报告相关的庙宇推展工作甲建庙的进度以外，会议了后嘛来举办平安宴，总共40多桌，宴请福安宫的志工、分组所甲相关所定单位，感谢因平常时协助庙宇工作。新港福安宫召开第8届第一届信徒大会，甲信徒代表为王定南报告相关的庙宇工作甲建庙进度，共同来讨论今年的庙宇推展事项。福安宫吼啊，召开这个第8届第一次的这个信徒代表大会，吼主要目的咧，新扎咧，吼这个111年这个修枝吼决算的这个标签。咱今日这个信徒代表大家非常踊跃来参与今日这次的会议。咱本宫为着嘛感谢咱这个平常时这个志工团体以及咱这个民防队、义警队这个咱新港派出所以及咱乡公所对着圣港福安宫这个。协助付出志工默默这个为咱福安宫妈祖婆来这个义务做工去。这也是过了3年，会后的会议结束了后，举办平安餐，而且福安宫的志工、义警、新港分组所、
香港所定单位借出来表达感谢之意。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约旦这个国家对台湾人来讲，一旦讲是一个遥远一个神秘的所在。大川国小为着让全校的师生熟悉多元的国际文化，就特别邀请来自约旦、德国，也佮有伊拉克等五位的国际朋友来到学校。其中一位伫咧约旦担任警察 ，Mr. Bohem， 目前当伫咧台湾读博士，伊嘛在台风介绍中东文化，让小朋友熟悉。用趣味方式来介绍中东文化，当然爱教居民问好这句话先学起来。Hello, in Arabo. Here we say 你好。In English, hello. In Arabo, marhaba.简单的问候以外，小学生上好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人都爱包头巾，这头巾要安怎包？来自约旦的 Mr. Bohem 也真大方来介绍，搁较好囡仔来体验。趣味搁多元的异国文化体验，当然让大块小学生感觉真好耍嘛，学了真多。到了什么东西？更多元的文化。还有呢？还有约旦的，就是文化。Okay.你觉得这样有趣吗？蛮有趣的。为什么很有趣？因为能了解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有学到了什么吗？我觉得这个中东文化跟我们这边台湾的文化有点不一样，但能让我们认识中东的文化。觉得蛮有趣的。校长讲，学校按1903年开始推动国际教育，这回邀请来自约旦的朋友来学校，分享真多台湾人拢感觉真神秘的中东文化。今天呢，办理了中东文化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约旦的这有三位约旦的朋友来我们学校来介绍中东的服饰、中东的歌曲、中东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那我想我们学校呢，在做这个国际文化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希望从在地出发，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国际的一个朋友。大川国小到目前已经跟全世界16个国家做过课程的交流，上主要的目标是为着学生熟悉不同款的文化，按别人的形象看见家己。大川新闻台上大川采访报道。福兴乡环保村一位民众真大心哦，透过村长专送棉被给有需要的弱势民众，讲过了带乡亲来去了解。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县西乡长苏伟俊。县西乡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淳朴的乡镇，2月25号26号即将会在我们的格力电影举办我们的怀旧县西，给道民来去得，欢迎大家一起来县西玩。欢迎回来凯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的二月七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一个东南风，何时是早起7点到9点适合搭载的气候？另外爱特别注意什么？咱做伙来关心。受罪乡民代表会主席蒋宪忠目前收到一名得到癌症的乡亲不幸亡身的消息，因为这名癌症患者的厝内本身是低收入户，因仔嘛得到喙齿癌，拄开刀治疗，这丧葬的费用根本就无多负担，因此蒋宪忠就号召善心人士帮助因，来让代志会当功德圆满。
秀水鄉民鄧先生媽媽罹癌，在咧日前不幸過往，後生佫因為罹患喙齒癌，開刀治療了後無法度外出工作，佫拄到媽媽過身，一時間抽袂出大條的喪葬費用。秀水鄉民代表會主席周憲中知影了後，發動募捐，總共捐出40,000元，幫助鄧先生替媽媽處理後事，讓因一家伙仔是真感激。本乡的乡民郑先生的病情吼，啊，伊本身吼，佮着舌癌咧治疗当中，啊，佮照顾着伊有一位岁数的妈妈，啊，伊岁数的妈妈嘛着肺癌，所以吼，啊，伊本身嘛无多做工课，即马佮加上讲伊妈妈往生去吼，对着即个丧葬费用吼，应讲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啊，我佮吼。啊，来号召吼，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啊，侪少来伊斗募款啊，互伊放心吼，啊，来完成伊妈妈的后事啊，帮伊斗完完安尼啦吼。啊，伫遮嘛，感谢各位神心大德吼，啊来斗三工安尼，互因会当完完这件后事，啊嘛会当吼，即位丁经理吼，好好珍养伊的身体，啊嘛感谢。丁乡的派出所地震了后吼，阿妈就认真来关心嘛咧。就现场号召各省新民众主动协助有需求的民众，期望善行善点，会当达到抛砖引玉效果，为社会带来暖流。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姐彩虹报道。乡亲，咱继续来看，关于赖清美接到通报，讲一名男子技术无处会当住，自新年开始就当酷伫咧超商，议员会同管护社会处警官前往了解关心了后，才发现一名男子伫咧新港的老厝环境真歹，无多住人，再加上这几天的气温变化真大，社会处将协助安置到机构。关于赖清美接到通报，有一名男子，意思有处，但是拢无爱回去，按新春期间就酷伫超商。机关会同关护社会处人员前往了解，才知影这名独居长辈的老厝环境也真无好，才会走去住超商。独老啦吼，啊身体也不好，嘿，啊长期拢共住伫迄个河尾的一间西门吼，已经从农历年度啊到今嘛吼，老板娘已经受不了了，昨天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今天我们秘书啦，跟那个社工哈，大家都一起来给关怀哈。啊，看到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糟糕哈，而且他也没打过疫苗。啊，现在我们社会处这边会紧急把他安置。那我们知道说他哦身体状况虽然说自成是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我们也担心说他有一些过往不曾就医的一些疾病。那包含他今天也同意做这个所谓的低收公费的一个安置的话，那我们会协助他今天完成相关的体检，那并且鼓励他完成就是第一剂的新冠疫苗施打。那本日的话，我们就会来协助他来做一个机构安置的一个部分，来确保他的相关的安全。啊，那馆长也有一个慰问金吼，予伊去公费安置进行，辛苦也有一挂收费，吼会对伊的一挂开销有一挂帮助。吼，啊，咱后续也持续来。最终关心咱这位柯先生。得到董树林的同意了后，管护社会处协助安排一名长辈前往病院做相关的身体检查，协助安置到机构。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天气寒冷，福兴乡环保村一名五姓民众过去台北了后，尤原关心着家乡，特别捐赠一批棉被给社区，请社区帮忙将这棉被转送给地方有需要弱势民众或者是着急老人，让有需要的人会当得到实质的帮助。最近的天气是真寒，有温暖的棉织被来保暖，对一挂弱势朋友来讲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福兴乡环保村一名五姓民众，去到台北了后，尤原关心着家乡，因此特别捐赠一批棉织被给社区，请社区帮忙将棉织被转送给地方有需要弱势或者是独居老人。环保村哈，有一个查囝哈，啊，就嫁出去台北哈，啊，趁有食，啊，回来讲要。回馈讲咱的环保社区的一挂村民吼，会较困苦的吼，啊来独居老人吼，啊因为伊的独居老人吼，伊嘛真困苦，啊但是伊的囝儿是坐当伫外口咧上班吼，为着生活嘛拢爱上班，
啊，就剩两个老的拢伫厝的，吼，啊，咱嘛惊讲吼，伊食了无饱，所以讲咱环保社区，咱就星期五拢会送餐，吼，啊来甲伊关怀一下，啊送两了寒冬送暖，吼，啊配合教好烧，吼，才袂讲我甲伊关心一下安尼。村长甲社区理事长是在两米少批来甲长辈出来，提醒长辈要注意保暖。有了爱心民众回馈社会，期盼这块绿色民众会当伫寒人感受到温暖。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发现彩虹报道。所在单元邀请到客技老师来教大家简单个趣味的客话，咱即卖就到店来去学看卖。寒烟清神气，欢迎收看寒烟清神气。我是台风哥，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九人九神灵书灵景。这个的意思是说啊，种树浇水一定要浇根部，交朋友也要交真心的朋友，比喻对人啊要有诚意才能交得长久。举例来说，小华和阿杜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两个人总是坦诚相对，为对方着想，两人的交情啊真的是搞拧搞行领书领情。大家听爱再念一拜，搞拧搞行领书领情。暗自说张瑞了，合肥东会市场里家政班的姊妹啊，成立爱家剧场，用趣味的表演锻炼民众来思考生活道理。休喘一下，马上回来。月底到啊，钱嘛大。要借钱无？星光当铺给你靠。星光当铺放款快，利息低，服务好，全资金找星光，电话车卡761-2222。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合肥东区市场里家政班是有一群喜欢跳舞公益的姊妹啊所来组成，伊嘛是东区举办庆祝活动时上坚强的表演团队。家政班的姊妹啊，搁较将舞蹈融入去戏剧表演内底，成立爱家剧场，将日常生活故事搬到舞台顶，利用趣味表演锻炼民众思考人生的道理。合肥农会四周里家政班是由一群爱跳舞的姊妹仔组织而成，每一个人在家都真出众，是合肥农会举办活动时上坚强的表演团体。不管是开会也是上课，成员的出席率都真高，也成为其他家政班的观摩对象。取喜好舞蹈的姐妹们，她们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参与我们农会大大小小的活动表演。那甚至他们从民俗舞蹈到现代舞都非常的专业。那我们现在呢，他们又把那些神农教育，包括一些我们人生百态的所有的故事性，用话剧的表演方式让我们观众来欣赏。所以讲吼，咱嘛爱改。这个名哦，以前就正好听，叫做小三啊，今嘛变做两个姓。除了舞蹈表演以外，姊妹仔搁将舞蹈结合戏剧表演，成立爱家剧场，将日常生活小故事用笑话表演方式，锻炼观众去思考人生的大道理。因为人生就像演戏一样，剧情都是在你平常的生活。那因为现在我们96年到现在也十几年了，然后大家都是人生都身经百战了，所以就想说把这个人生的过程把它加入戏剧当中，然后就有一个爱家剧场的成立。新的地标嘞，啊，
这是多伊，我哪唔知道？我有菜市板书通，你唔知道？我今日你讲，后面很多地方做功课。何美龙的哦，伊今嘛用伊的古仓哦，会使讲老仓新用哦，真正哦，今嘛设计较有够赞的咧。啊，是拢咧卖啥？除了小故事大道理以外，爱家剧场也结合农事推广工作，协助营销小农顶冬季的新鲜蔬果，打造更加优质多元的家庭特色。德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新闻最后一条是艺文消息，年会50岁，就按告集体行为追捕苏维家王金茂导师，案件里开始伫在中华艺术馆展出传统四君子梅兰特剧以及花鸟的追捕作品，透过镜头咱做回来去欣赏。欣赏现代水墨创作，按教集体戏的王志茂老师，即会带来伊传统四君子梅兰特剧加花鸟等作品。除了水墨画，也佮有传统的书法创作，嘛是这次个展的主题。书法方面，我们的书法就是从东汉之后，那个篆书、隶书、行书、楷书之后就没有其他的书体再出现，所以我想从形式方面去做改变，所以写现代书法跟传统的书法有点不一样，那请大家给我批评指教。本身对艺术创作就真有兴趣的前立法委员郑汝芬嘛，专工来欣赏王老师的水墨创作。对于王老师的作品，郑汝芬伫咧欣赏了后嘛真有感想。他的画画啊，你看的话，真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棒，越来越赞。啊，真的，他的一些功法都非常的特殊啊！刚刚听到他说，他的老师指导他的教授，啊，那他已经卖给我们台南美术馆，那一幅画也卖了200多万。那我希望说，我们王金茂老师的画也有一个好的价钱。王金茂老师为水墨个展，按今日开始到3月12日为止，伫个中华艺术馆展出。规划这次展览的中华市公所邀请介意书画的民众拥有前往观赏。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142公吨，平均的个价格是每公斤1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油菜上价17.8元，中价12.3元，下价7.5元。高丽菜上价19.6元，中价14.7元，下价8元。头仔豆上价59.3元，中价43.9元，下价29.7元。鸡蛋上价30元，中价22.5元，下价12.5元。花椰菜上价26元，中价21.7元，下价19.1元。鸡蛋上价27.5元，中价19.8元，下价12.5元。包心饼上价15.4元，中价10.7元，下价7.9元。葱头上价30元，中价22.7元，下价14.6元。菜头上价15.6元，中价11.9元，下价7.9元。白菜上价14.8元，中价11.5元，下价7.5元。番薯上价18.5元，中价15元，下价11.6元。青菜上价60元，中价44.5元，下价30元。在关心户外空气状况，吹东北风，中部依然是伫个风暴所在，污染物小块堆积，因此咱中部的空气品质是伫个普通的范围。另外天气方面，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部、甲东北部地区的天气寒冷，北台湾的高温未超过15度，另外北部甲东半部要特别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分好天。
上是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国际间的角力总是暗潮汹涌，永无止境。独裁专政的 B 国总是透过各种手段想并吞 A 国，并派出代理人潜入从事坏坏任务。但民主自由的 A 国没在怕，他们的守护者不分日夜的工作者。压力卖多少？有个从 B 国来的学生，作业都不交，每天到处跟人聊天，而且聊的对象很多都是要考进 A 国重要机关的学生。说，经过查查的观察 ，B 国学生是刻意锁定对象交往、记录情报，还试图收买 A 国年轻的外交官员？有所学校成立了 A、B 国研究交流办公室，他们向红龟打听 A 国的最新科技技术，也积极的招揽像是红龟这样聪明的学生。原来这个办公室假借学术交流的名义，实际上是在收集 A 国的产业情报，顺便吸收高科技人才，想办法窃取 A 国公司的商业机密。有间旅行社好神秘，时常接待 B 国来的专业人士交流团体，但实际上都是 B 国官员，还谎报他们在 A 国的行程。抓得好黑皮，谎报行程太可疑。查查发现这间旅行社靠着伪造文件，让 B 国官员大举入境。有多少 A 国情报因此流出，又有多少人被 B 国拉拢吸收？查查眉头一皱，心情沉重。谈渗透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下恋爱。来，这边先声明啊，政权之间的对立其实是没有浪漫可言。 A 国不想跟 B 国在一起， B 国也不会甩他的意愿，而且不达到完整控制 A 国的境界， B 国不会善罢甘休。但追求恋爱和渗透工作还真的有些类似之处，像是当人们恋爱时，肉搜做功课绝对是基本盘，因为我们都想投其所好开话题，而才能更知道怎么让对方动心。所以渗透工作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收集情报，而且这个工作永无止境。当然，你也可以去和心仪对象的朋友当妈姐，这就类似 B 国学生跑到 A 国到处聊天交友，这样就同时做到情报收集和交流吸收的工作。要是有个 key person， 对你喜欢的人特别重要，影响超大，那你更会全力去拉拢他。付钱叫 key person 建立看追求对象锁起来的 IG 小账，你可能都愿意。这样的话，除了刚刚那些，还达成收买窃密的行动，类似 B 国想要买通 A 国外交官和高科技人才，得到机密资讯。以台湾来说，收买窃密最知名的案件就是罗少将共谍案，他曾在驻外期间被中共吸收，开始长达七年的收贿与泄密行为，将许多台湾军事情资交付中国。这些情报中最知名也最重要的是台美合作自制500亿的作战系统博胜案，而这次的泄密事件让许多人担心台湾国防还有台美的合作关系会受到影响。最终他遭判无期徒刑，成为现役军人中阶级最高、判决刑度最重的案子。但这并不是因为台湾接受的渗透攻击有少过啊。根据2021年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同年上半年防治渗透资料就已是去年全年的 1.47 倍。但在渗透手法瞬息万变的今日，要达到被起诉、被判刑，除了要有对应的法源，更要有非常清楚的罪证。这也是民主国家在做渗透防治时为难的地方，因为相对于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对人民的干涉比较受限，收证上自然也会因此困难许多。而境外势力反而利用民主自由社会中的弹性，见缝插针进行各种渗透工作，这也促使各国开始设立反渗透相关的法案。台湾的反渗透法在2020年上路，但面对变化万千的渗透方式，仍要持续精进。
像是疫情下境外公司转为线上居多，或者因为疫情带来的产业影响，让境外势力更努力挖角高科技人才或窃取商业机密。哈哈，其实维护民主自由本来就不容易，如影随形的威胁来自境外，也来自太过冲动的我们，一起留个心，让渗透现行。